我的老师怎么了呢？我真至今接受不了你当老师。当老师，你竟然能当老师？哎呀妈，有完有得吃两根烤肠三瓶水的一个女的，竟然能当老师？嗨。我们刚今天上午去游泳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吃顿好的。没有整身水，搞脚杯了。次次都是呢。要一个煎粉，一个芥末虾球，一个烤鱼，青椒刺少吗？刺少。要这个。光包肉。再来一个滋味杭茄。哎，要一个越南春卷。这是你说的蔬菜卷吗？对。你吃米饭行吧，家人们。good。有什么水呀？水，看你喝什么呀？现榨的果汁。来一杯橙汁，一扎橙汁，有百香果、芒果、黄桃汁的。我要矿泉水。我要矿泉水。现在就下单做了。Good。这是开做，开做，开做。干哈来呀？给你表扬大姨，给你整害羞了。不到现在，八个人喝八加一。谁喝白酒这么干呢？我有量啊我。你想说是就说是，你俩要干哈呀？我怕看哪边？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哎，别闹了，我给你倒点凉的。咱喝这个来。那是啥？煎粉。不行。哦，这个麻酱好香啊。它有点酸，我第一次吃，反正。好香好香。不知道我新煎粉化成银形了呢。哎呦，扒了我了。这个是越南春卷。这是海皇粉丝煲，这个还用说吗？锅包肉，锅包肉，这个呢？这个是茄子，快吃啊！来吧，我饿了，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尤其外边的春卷，白人吃不得瘦死啊？对呀、啊。然后这煎粉，来吧，一人给你俩一碗得了呗。怎么样？觉得？哎呀妈！好吃好吃好吃，盖死了！我感觉酸正正好好。芥末虾球，一口汤鱼。哎呀妈，得有这么大块酱！哎呀妈，去他家还吃一大堆锅巴，吃一大套，从来不吃一整个水果，我一大套全造了。我吃一个切里，走着吧，还想再拿一个嘞。你家狗那么叫，我一口没给他们呢，饿死我了。下水。一圈没游上，一个个水里玩后空翻，一个个水里。我游，你看我从1.4米游到1.7米，我游那么多来回，是不是等同于游好几圈？什么1.4米到1.7米？你顶多是到1.45米的距离。哎呀，我该往回了，水深了，我害怕。你说，咱们今天谁游的最好？那肯定是婷婷啊，后空翻是后空翻，全空翻，水上芭蕾，还有鲨鱼舞蹈、花式体操。对，我先让罗游一会儿，我假装鲨鱼搁后面追他，我说鲨鱼来了，快游罗子。谁说话？扑腾一下给我摔倒了。他锅包肉挺好吃，一点都不硬，刘姐，真绝了，没有一个难吃罗子。你这样说，找谁说理去啊？你这样说，反倒有点假。这挺好吃的。我有时候也听不出来真假。哎呀，要不再点个肉菜吧？好一菜，好一菜啊！还想吃啥呀？红烧肉。那叫他吧。红烧肉可以。对，挺。你怎么这么……红烧肉盖饭，骡子，你看香不香？你好。这屋里公鸡不好使了。那你还有啥攻击啊？结账！换一个招数，这是最后一招吧？逼他出去。你好，来手势。你好，来唱歌。你这首的饭，为情所伤。你好，唱歌也是的。为情所伤，不当心当幼师。淀粉里搭配那个肉。太好吃了，就是太酸了，排胃，越吃越饿，是吗？嗯，这淀粉都快给我喂堵了，那大石头是落进去了。烤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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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来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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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来了，来了，哇！我谁？哎呀，好香啊！这罗大厨，哎呀，可以说是一下子没切开。这骡子这活都能干明白，哎呦我天，啥事你干不明白呀？哎呦，我第一次吃烤鱼就是他带我去的。吃辣的过去找我啊，我们上车上打饭。哎呀妈，我寻我家有人呢。咱考小学的，都学啥呀？综合素质，降低智力能力。我没有啥素质。
妈呀，也没有啥能力。对，我既没有素质，也没有能力，咋考啊？那只能我去了。面试有什么题考考他？我当时抽的题是，就是说熟能生巧。一个老师什么认为熟能生巧，将一同种类型题领着孩子们做了70遍。哎呀妈，你怎么看？要我说，老师这不有病吗？一个题教70遍，教两遍得了呗。你考一对一的教资。还有就是一些应急的什么，如果你正在上课，多媒体突然停电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找修电工啊，把俺修上啊，好吧。你第一步要先稳住课堂，要保证学生的纪律。那他会啊停电了，我看谁吱声呢？有点动静你们就乱跑啊？属啥的？属狗的？你知道我说啥吗？啊，哪儿说哪儿闹啊？你们属木不应的呀，真的老乡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更升级了现在。值班老师发现他们上自习的时候不好好上自习，玩手剪子布，我给他发，我说你说他们是得有多无聊才能玩这么有意思的游戏？完了，我23了，考研学习，我觉得抠脚丫都比学习有意思。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，反正所有事都比正事有意思。红烧肉，我都快没饭了，他来了，你俩先和吧，一会儿我再来一碗。咋这么甜呢？放番茄酱了。鱼眼睛给你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？在节目里说过18000遍了。为什么吃鱼眼睛？不知道，从小我们家就都把鱼眼睛给我，完了就讲喜欢吃鱼，必须吃鱼眼睛。你爸妈是觉得你眼睛还小，吃啥补啥？哎呀，别说了，上瘾吧，给我了，就上瘾吧。那应该给我老弟，我老弟比我更小。老弟学习咋样呢？哎，不知道，时尚时好时不好，你不敢说现在。你说他不好吧，他谁也瞧不起。你说他好吧，名次还真没有他瞧不起的人好。上十一我记得在家躺了7天，计划一下十一现在从不出来。咱们十一哪点人都多。对，就在家待着。辽源、梅河4平，怎么样？行行，咱们开车怎么去？咱辽源也能上辽源吃麻辣面呗。麻辣面我熟，老熟了，你可以。他告诉我，他都能找着道。我说那咱自驾呗。他说我找的是客车下车到麻辣面道。辽源麻辣面老出名了，老好吃了。你不是差2分？我最讨厌老师看成绩的时候了，那就意味着什么？接下来的2节课都不会好过。这课我要自习了啊，完了开骂。你走吧，姐姐，跟我一起吃饭啊，门没关。哦，你下来了。哪有这么吓人？真的，我们，那时候还让我们反思过2节课，谁也不许干，写学习都不行，把笔停下，开始反思。你当时反思，你都想啥？中午吃麻辣烫啊，三楼有点远，吃完饭配个雪糕。哎呀，这个给我腻住了，刘姐，我吃仨。你来一口，刘姐。来人！求你了，来人。衙门呐，罗子，你再吃个芥末虾球，超好吃。哎，不行，太腻了。啊，我一个底下刮下这么多酱，给我腻疯了都。他这个不是青芥末酱，他这就是沙对芥末。不了，跟大家说再见吧。拜啦，拜啦，下次再吃。